桃园可能是脚踏普遍啊，就是对于冬天啊都是点开，甚至呢好像是有一点就是针对冬天你们的评论就会说是是不是有点没有原则。昨天我想记者节哦，然后其实我们都应该尊重每一位媒体朋友他们发言提问的权利。我又想问一下，陈时中喊说要公布大巨蛋的答案，柯文哲说是屁话连篇，那侯先生邀请大家辩论，好像大家就是蓝绿都没有回应，那柯文哲说这是确战。其实我昨天就已经勾选了中选会举办的辩论会，而且我接下来每周也会持续端出对于台北市政牛肉相关的政见。那昨天我也看到柯P市长他的谈话，好，虽然有一点粗，但是也算有道理，因为大巨蛋的档案也都有公开，但是反倒是陈松对于疫苗采购合约相关的资料封存30年，对他来讲，所谓的公开透明就是要黑箱封存30年嘛。是登记开选的时候，有就是其 U Bike 进场，因为质疑是不是有占用人行道违反的这个道路交通。我们跟市政府了解以后，他们经过调查并没有违规，我们骑乘的 U-Bike 道就是 U-Bike 规划的道路。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跟秘制的独家配方，还有富含胶原蛋白，还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肉质鲜嫩， EPA 跟 DHA 的含量更是丰富，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CTI74 享有折扣哦。